爸，妈妈说她要去大连。妈妈说了算，她该来就来呗。对，妈妈是这样子又说。那你有没有跟你老婆，还是你不想她去呀？我随便。爸，嗯，吃饭。啊，嗯，我吃第一罐，这个芥末花酱这么拍，可好吃。啊？就是妈妈今天没做菜的意思。花生、地瓜片和酱油。女生，这个花酱，今天没花在这里买的。我看，这个地瓜吃的哈，嗯，可好吃了。你这根过来，那我也尝一下。嗯，嗯，地瓜加这个，地瓜皮加这个，可好吃了。我还是要时间。以前那个早上啊，没有炒菜的时候这么配着吃。嗯，因为这里面放的是酱油，咸咸的，你就刚吃这个粥啊什么的，你不会呕什么的。啊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赶紧吃，吃了我还在帮你做这些。啊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什么事？我看你还行，有什么好的事呢？哎呀，你今天地瓜别挖水了哈。你我们有挖地瓜，你那个时候不在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看你去年挖地瓜挺好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还有种菜挺好。是的，是的。今年你还照样地这么做？不是，不是。我今天照样地。你为什么要现在挖这个事？不是我们一起要挖。对，我去大连。你要去大连？嗯。马上过年不是吗？过年还几个月。两个月多，嗯，三个月多了。你爸爸前几天走碰到，我前洗几天，洗一会就见了。好，嗯，宝贝有找你，他又想我的阿姨，我的心很不舒服，还是他跟我一起，我的心就是我的妹妹一起，是不是？也是这样。我们没怎么嫌弃你那么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是在我们旁边，你们是没有，但是关门你们是有热情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要，我现在不是小宝贝，妈妈的脸都红了呀。那我去你在家。哦哟，夏女士要跟我说好的事情。这个好的事情，这个好的事情。不是，我开心你和爸爸一起，因为。还是要一起，但是老婆好难，因为他在不在家是一样一样的呀。去年教室有没爸妈吗？我不也有爸妈吗？对对对。现在不是他们早上起来开鸭子的门就他开，嗯，不是差一点点，差吗？然后挖地瓜，然后拜拜。这个事情太多，但是我现在也会，对对，有一点怕，但是会，对呀、啊，会，对，我知道你会，老公是不是？嗯，对。那你跟爸爸有没有说这个事情？没说，没说。嗯，那他有发给你照片，但是他没有说出来，我的妹妹，我等你，没事这样子说。嗯，他没这。但是心里应该是要，那你要打电话跟他说呀，不是吗？那打电话不定就，你这个时候不在家里就种菜，你这个时候过来干嘛？是这样子可以说，他这个不跟他提不简单。你打电话说了，那他不想你过来，那你老婆不要去有什么问题，是不是？那我打一下，是不是？会打电话视频，嗯，你好。应该吃饭了，哎呀，吃完了。爸爸，你吃饭了吗？天妈本来。天溜了。那好，你今天有吃什么好吃的呀？天天都吃好吃的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不错呀。
我也要每天吃好吃的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看一下，妈妈看到你，他和太阳出来了。看到我，好想看到太阳出来了。对对对，他非常开心看到他的老公，他的帅哥。爸爸，妈妈说他要去大连。可是妈妈说了算，他给来就来的。对，妈妈是这样子又说，那你有没有带你老婆，还是你不想她去呀？我随便，她来也好，不来也好。爸爸，我知道你的嘴巴很硬，但是心里你还是想你的美女过来。你告诉你开心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浩林跟嘉靖还没换去啊？还没有，马上要去接他们。那嘉靖怎么这么晚？他和敖静一样一起。爸爸，那妈妈想去看你。来呗。哦，你看，来吧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因为他现在准备跟我说，那你去年有挖地瓜，你又错了，那你今年不要。我们也在一个连上课的时候讲。对啊，那你看妈妈那么想你。妈妈是要运过来的。哦，你看，什么纸都跑我这边来。那倒是的，你不是他老婆吗？爸爸是不是？我说对不对？爸爸的脸，爸爸说这个媳妇是真的有毛病。考看了，考了。你看，媳妇旁边呢，都可以，不要什么问题。那你在家，你们几个在家哈、哦。妈妈去大连，然后在家一个老板，然后都听我说的呀，你知道？为大家披风。这个是我的爸爸，你来这么厚。你不知道和老板怎么样说话，那你跟我说就知道。我老婆叫你，你不要笑，你不要笑。哎呀，这样皮。哎，那说明我们怎么说？老婆是脖子，老公是头，老板。但是脖子说要看右边，头看右边，你明白？大姐，你这样子，爸爸以后不喜欢你了。我不会教什么不好，我要是妈妈和爸爸好，你明白？